漂亮的意思。我就一直广东的方言，我知道。中午好，中午好，刷一个姐妹，你们在干嘛？吃饭没有？哇，颜色好看的意思。我知道你那个，但是我要打方言的。你们吃饭没有？黄山啊，我还没有吃，这个、你们吃没有？这个方言让我怎么打？喂，黄山了，那他说我只懂那种，我是黄山嘛，就是颜色挺好看的意思嘛。嗯，对了，他说不只不懂了，你懂不懂？中午好，你们吃饭没有？黄山的，这只不懂多少年？黄山的很，是吧？这个只不懂没吃饭，你们为什么不去吃饭呀？啊，刷一个姐妹，中午好。商场好，谢谢。你就打上几个。中午好，你看我们直播间才曝光500次，怎么回事？今天。中午好，你们吃饭没有？吃饭了，我们打一波吃饭了，没吃饭的就打一波没有吃饭，好不好？好不好？说阿姨哥姐们，你们喝茶不？我说你们直播间，来我直播间了。直播间的，刷一个先吧，喝茶不？今天要拍的嘛。直播了，已经开始。不是他们吧？中午好，中午好。现在是很久不见，对，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长时间。我昨天、前天才直播了呀，我前天我中午也播了一会儿啊。昨天晚上说播的，但是昨天晚上没有时间，然后昨天晚上就没有播。我前天都播了，只是你们没有来看我而已。你们没来看我，应该是没有刷到吧？应该是你们在忙，然后就没刷到我。是不是要刷一个？拿来给我喝一杯。好的，没问题，我一会儿泡上了给你，你先来一杯，好不好？刷一个，姐妹，没看到，对，没看到，没事的，没看到没关系。今天不就看到了吗？是不是刷一个行吗？没有刷到，你看现在不就刷到了吗？是不是？有缘，哎，怎么样都刷得到；没有缘，怎么都刷不到，是不是？在屋子里放着。哦，好，是，好，香的很。虽然说炒糊了嘞，还是没整。你品尝再说嘛，你这里就是这样，对的，对的。有缘，哎，怎么样都行，没有缘分说什么都不行，是不是？刷一个姐妹，是不是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中午好。追到小雪没有？没有，没有追到，谁也没追到。小雪是我群里的。多一点点。女朋友说没有追到，为什么你没进来就是问我女朋友追到没有呢？啊。我们分享一下直播间好不好？虽然说是中午，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分享一波直播间。能不能上个500人？刷一个节目，上个500人，然后我们看见你输，哎呦，就饱了。我很下饭吗？这说的很下饭吗？送礼物的人都不感谢你了，敬一杯茶吧。你我走怎么了？你这是啦。说的好像我很下饭是吧？你们进来就说啊，看见我就饱了，是不？我很下饭呀、啊。咱们没分享一下直播间，分享一下直播间好不好？以为我在热恋，还有什么热恋？没有热恋，刷一个钱吧。你们可能热恋嘛？对，我们分享一下直播间好不好？把我们这个直播间的人数往上走一走，好不好？刷一个钱吧，然后把我们直播间的人数往上面走一走。这就是缘分。你看中国14亿人口，然后我们虽然说在网络上这样认识相遇，然后你们又经常看我直播，又给我点了关注，那就是一个缘分，是不是？刷一个姐妹，有缘千里来相会，对不对？刷一个姐妹，来我们喝茶。就是云南的普洱有机茶，给大家泡一个，给大家看一看，对不对？你们看着我喝。阿川，你还想阿紫吗？阿紫爱上了易老板，什么玩意儿？爱上易老板家的猪都来了，那猪又是什么梗？你们这说的，猪又是什么？南拳妈妈，欢迎南拳妈妈，这不是我家小雨的，那个小雨的大哥吗？啊，南拳妈妈。你不是小雨的大哥吗？你进来了，你别跑啊！哎，南拳，
南拳，我看见你给小雨抖音一号刷的狂狂的，你不给我来一点吗？哎呦，你们好好说，不管他喜欢谁，那是人家的自由，咱们不要去过多过问，好不好？刷一个姐们，咱们没必要去问那些有的没的。对于阿川来说，就你们就说一些有的没的，没多大意义。你就说今天过年上上不上我家过去吃饭吧？上你家吃饭？上你家吃饭？直播间了，我问你。可以，没问题。你们不要在那里说什么阿紫小当小三怎么样怎么样，他有他的生活，他有他自己的选择权利，你们去过多的继续比如说去说这些，真的说实话说阿一个姐妹没必要，他有他的自己的生活方式呀，你们也有你们自己的，你们这样说人家阿紫知道了会很伤心的，是不是？我们过好自己就行了，就像我一样，我过好自己就行了，我谁也不管谁也不问，是不是说一个姐妹，对不对？咱们没有必要在一起了。你让我每天哎泡点茶来喝，是不是？哎，多么多么舒服。不是说我的心好还是怎么样，只是说阿一个姐妹，虽然说你们一直以来都非常支持阿川，但是我不想的是你们去就是怎么说呢，去说他们，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事情。大哥，先喝点可帮帮鸡包干。你是谁啊？然后这不也红了你在鼓的是吧？他输了。我没输进，他看不到我。真口渴了，你这喝点白干水。洗呀，擦的嘛。不是，我不想用。对，这还有一句话说得好，自己的事情都没处理好，你何必去管别人的事情呢？是不是刷一个情况，咱们没必要，做好自己比什么都实在。他就是被小三感觉，怎么可能呀？不可能！我跟你说吧，这个事情是永远不可能的。我敢这么肯定的回答你，永远不可能刷一个情况，是永远不可能。阿伟彩礼推了我多少，你可以问一下阿伟推了我多少，十万也可以，二十万也可以，三十万也可以，知道吧？刷一个姐妹，多少？真是桃花了，姐妹都有洗了别的，洗了别的很多活，一个房间，对不对？彩礼多少无所谓，没过年，阿宇好说，好说，没过年。阿伟好帅，我不是阿伟，我是阿川。你们说都说错了。来，咱们直播间的苏阿姨哥姐们泡的第一泡茶，然后也是第一杯茶给苏阿姨哥姐们你们喝。今天感觉是，可以喝这个人了。我有他的电话呀，这肯定是有的呀，就不用想，我肯定有啊。我不是说我不带节奏，是我感觉没有必要去带节奏。我为什么要去带节奏呀？帮一下阿伟去劝一下阿川，劝他们干什么嘛？你知道？他住的地方太远，他待的地方。只要你有心，天涯海角。他都不算远，只要你没有心，哪怕说住在同一个城市他都觉得远。刷一个姐妹有没有这个道理吗？是不是这么个道理？我只要有心，那他哪怕在东北三省我也一样可以去找他。如果我说没有心，哪怕说我们就住在一个小区，我也不会去上门去敲他的门，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为什么你们比我都看不通透呢？是不是这个道理嘛？刷一个姐妹，觉得我说的是那个道理的，我们公屏上扣波一，我看看有多少人觉得我这个是对的。哭啊，人可以吧？还可以的，开玩笑。我的全是一。你怎么那么多粉丝啊？啊，
怎么那么多粉丝啊？开玩笑，直播间说阿姨哥姐妹全是我的铁粉，一直以来我不干什么，哪怕说我正常就在这里喝个茶，我直播间也有几百人，全是这些叔叔阿姨哥姐妹支持我。喂，你好。可以了。没了呀，他们是我最坚强的后盾，是不是叔叔阿姨哥姐妹？你们是我最坚强的后盾。不需要，不需要。我问他们一人借个一万，三百万出来的。那还是后盾。不是，你这句话说错了。我只要有困难的时候，比如说我真的遇到什么困难了，然后我只要说句话，咱们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哥姐们，他们会，很多人都会帮助我的。嗯，对，因为阿宽的人品在那。哇，来了，你看送礼物了。谢谢谢谢送的小礼物，谢谢这个粉，谢谢这个分享的直播间。中午好，中午好，叔阿姨哥姐们，中午好。来了，我靠！谢谢谢谢。哇，送了个飞机、啊。我没看到，啊，没看到老总。不是我老家，不是老我老家，我在外面喝茶。我在一个后花园里面喝茶，跟我朋友他们在一块喝茶。给你看一下嘛，我在泡茶。我在泡茶。我在泡茶。给你看一下我泡茶。不是。嗯，我不喝，不喝，行，我解释给你。我在泡茶喝，刷一个姐妹，阿紫生病了，生病了，你们就给他说一声多休息吧，知道吧？阿紫是谁？知不知道刷一个姐妹？是吧？你们不要说，不要这样说人家阿伟，人家阿伟好歹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你们这样说他好吗？刷一个姐妹，再怎么说人家阿伟多多少少也是公司的一个老板，何必这样说人家什么小混混都来了，没必要，叔阿姨哥姐们啊，没必要，没必要啊，知道吧？阿紫，那你小老板更不可能，这更不可能的一个事情，怎么都不可能啊，叔阿姨哥姐们。你不知道在哪医院去关心一下阿紫，怎么又扯上我去关心阿紫了？叔阿姨哥姐妹，啊，怎么又扯上我去关心他了？对吧？今天怎么你收五百块钱？而且呢，我打你妈 PK 了。PK 我？你打的？你点开 PK 看好了，不要一个菜一个。八卦。咱们直播间准确的说，叔阿姨哥姐们，你们有点激进派，一般是阿伟的粉丝，一波是，阿紫的粉丝，还有一波是什么那个你们说的易老板的粉丝，你们三方人在这里面吵架，好吗？中午好。啊，这把揪了，有点，稍微有点哭了。分享一下直播间，咱们上吧五百人，我给你们。讲一讲这个事情，说一个姐妹，你们上到五百人，我给你们讲一讲这个事情。所以说真没必要啊，家人们，真的没有必要。咱们说实话，管好自己，做好自己就行了，对不对？上人，上人，对，咱们集体磕一波上人，上人，开店上人给关注。看见还有挺乖，看这个很，三分两三八三八一号，三八一啊，三八一我也是，三八一，三八一我给你点个问题，三八一我也是，榜一，哎喂，我不会去是对什么阿紫的，说哎哥姐们，我靠，你这一千人干什么了？对，谁干嘛了？你这一千人一千一了，要干嘛？这不两千吗？一下来了1200，哎呀，我好久没看见1200了，说来一个姐妹，
来嘛，这种是不是有钱？真的有钱？没有。怎么样刷一个姐妹？你们想知道什么吗？这种这么一直给我刷。就拿昨天晚上的那个事情来说嘛，好不好？刷一个姐妹。昨天晚上，阿伟，跟易老板，又连线了，是不是？刷一个姐妹，我问一下。又连线了，这个我是知道的啊，是吧？然后阿伟呢，是不是在外面在那个车里面待了一晚上，是不是？对，好久没看见我黑布了。嗯，对的对的，对吧？阿伟是不是在外面等了一晚上？我问一下。嗯，是吧？这个东西其实你们也是知道的，他们在外面等了一晚上，是吧？八卦八卦，是吧？没有八卦哪来的这些东西，是吧？我呢，我也不在这里诋，我也不诋毁谁，我也不说谁，我也不乱干嘛。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咱们点赞点起来好不好？说阿姨哥姐妹，我们点赞点起来。卖东西一晚上，结果是卖东西卖了一晚上，是不是？说阿姨哥姐妹，就是卖东西卖了一晚上吗？卖货。所以说其实很多时候你们自己心里面是很清楚的，你们非得跑来问我，到底是问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对不对？12点下播啊。那如果说阿姨哥姐妹，我给你留个悬念在那里。如果说我真真切切的我想播一个通宵，我就有办法播个通宵，我想尽一切办法，我让你们看到最真实的我，就像我现在我一样，我很真实吧。我在这里泡着喝茶，我没有说我下了播我然后我把茶泡了然后我再开播吗？没有吧。我就是你不管他们是卖货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他们卖货哎，你们有需要就买就行了，没有需要可以不买，没必要。他说哎，他一卖货你们就要去买，非得去买，那没必要。他们卖的货你们有需要你们就去买呗，没需要哎，看看热闹也行，是不是？对不对？刷一个姐妹，来查工发行一个，对不对？你们都支持正能量的人，那我是不是正能量？刷一个姐妹，我是不是正能量？就是我从来不干什么，我也不弄什么。就像你们经常也是说的，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性格，阿伟有阿伟的性格，阿紫也有阿紫的性格，只是我们每个人不一样，知道吧？说阿姨哥姐妹。谢谢，咱们没点赞，我们一起点点赞，我们点赞才几千，好不好？我们先点到5万，好不好？咱们直播间1000多个人，点赞点个5万没问题吧？输阿姨哥姐们，我们一人对准手机屏幕戳100下，好不好？行了。阿伟在乐山出丑，那不叫出丑，说实话，那真的不叫出丑。他有勇气在大街上直播，然后当着那么多人卖货，那说明人家阿伟也有可圈可点的地方，说明他有那个勇气，勇于在大街上去那样做，是不是？
反过来说，你们说你叫阿紫啊，见一个爱一个。嗯。其实你们说错了。什么叫见一个爱一个？只是说，你们有真真切切的听到阿紫说过他喜欢一老板吗？你们没有吧？只是说他们所做的那个行为，可能说给你们的感觉是像是那种情侣的一种关系，对吧？说过喜欢吗？啊，说一个你们，说过喜欢吗？说了。可能你，哎呀，我们换句话说，有句话说的好，有可能是我们不是亲眼看见的，也有可能是不是说啊，有个节目，咱们多去理解，不管他选择谁，他喜欢谁不，他喜欢阿伟也好，喜欢那个易老板也好，是不是？对不对？你他不管喜欢谁，那是人家阿紫自己的选择权利。那不管他要做什么，对，那是他自己的权利，对不对？作为你们支持阿紫的人，你们去帮助了他，给他说了，那阿紫他也会从中考量这个事情，他也会取决，哎，我怎么去把握这个事情，怎么把握这个度，是不是？他也会去考量自己的，他不像说啊，你们跟我说了，我马上就要做整改，是吧？对不对？他也要自己，他自己内心他也有一杆秤，他怎么去衡量，他自己心中也有数，是不是？刷一个姐妹，再说阿伟也是，他以前可能说是因为公司的事情，是不是？然后导致就是阿紫离开了他，然后他现在公司好起来了，他父母也不反对了，他现在想去重新追和阿紫，但是他也没有错，是吧？自始至终阿伟他怎么说呢，没有错，错在生不逢时，有句话说的，生不逢时，只是说当时那个环境下阿伟不得不做出选择，他必须要抛弃一方才能得到一方，就好比公司然后跟阿紫，他必须要选择一个，他在父母自己的父亲的压力下，他选择了公司，先把公司做上去，然后再去追回阿紫，他并没有错，这个是真的没有错的，说一个人们，他不可能说为了阿紫，哎，不要公司了，那请问他就算要了阿紫，他反过来把阿紫追到手过后，对吧？就给阿紫结婚了，但是他没有财力来支持他们俩的婚姻，没有经济来源，他也是一种麻烦事，是不是？说阿姨哥姐们，对不对？对吧？但是他现在他选择了公司做好了，他去追回阿紫，他没有错，他勇于敢表白，敢追，敢打，敢爱敢恨，那是人家非常对的。我刚刚有人飘过说我是一个团伙的啊，给我出去啊，插出去你。那我跟他们一个团伙的，我是不是今天你看直播间1500人了，我是不是要给你们带货呀、啊？说这句话，那我现在是不是要给你们带货啊？抓一个姐妹，哎，刚刚有人说我跟他们是团伙的，来嘛。我跟他们是个团伙的，我现在马上来刷一个姐妹，这个产品怎么给你们介绍一个产品啊，这是我的心意，我会这样做嘛，我只是在这里给大家说这些话，对吧？咱们每个人其实要分辨是你，你看阿紫，他虽然说离开了阿伟，然后当时阿伟公司不是出现了问题吗？出现了问题过后，然后他不是在街上卖过一段时间菜吗？卖菜的时候我去接他，他不愿意走，包括我也喊我妈去接他，他也不愿意走，是吧？但是他还是愿意在那里等，最后换来的结局是阿伟选择了公司，放弃了他。但是现在他
他找到了一个好的工作过后，有稳定的经济来源过后，是吧，他走出了一段很痛苦的一个感情经历，然后突然之间遇到一个很好的老板带他，哎，吃喝玩乐，是吧，还给他钱，给他挣钱，给他一个平台。换句话说，他喜欢这个老板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在阿紫的，换句话说，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是叶老板走出来，哎，走进了他的生活，给他更好的平台，让他过得越来越好。人家阿紫换句话说，喜欢他是情有可原的，有理有据的，是吧？但是现在阿伟去追他回来呢，是吧？也是应该的，就看怎么说呢？阿紫如何选择和阿伟，他这个恒心，说是能不能坚持下去，就是这么个回事，知道吧？叔阿姨哥姐们，如果说阿伟能坚持下去的话，那说明这个事情还是可以继续下去的。如果说阿伟都坚持不下去呢，那这个事情估计是十有八九就黄了，对吧？叔阿姨哥姐们，是不是？你们说是不是？然后包括你们在那里说阿英，阿英怎么样？阿英怎么样？其实阿英她的本性是不坏的，不是说我帮阿英说话，阿英本性是不坏的，对吧？她本性是不坏，只是说她害怕她的姐姐备受欺负，所以说专门做成那样子。因为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包括刚她跟她的叶老，她跟她的那个老板跟叶老板两个吵架还是干什么？她是她怕她的姐姐。应该是受到欺负，所以说，然后才故意那样做的。你不管谁在直播，对吧？我们说话其实都是讲道理的，我也不会说，哎，我不讲道理的一个人，对吧？你看我刚刚给大家你们分析了一下，是吧？是不是那么这么个理？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对不对？刷一个姐妹，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嘛？咱们没有必要说为了谁，哎，干嘛哎，去给他们弄个多少，就是没必要去诋毁人家来抬高自己。你看我不去诋毁他们吧，我干嘛要去诋毁人家呢？我就为了抬高我自己吗？没必要啊，我做人就是这样，我不需要谁去抬高我，我也不需要我去抹黑谁，我做好我自己就行了。人没有十全十美的，是不是？我今天做的不够好，我明天可以改过来，是不是？说阿姨哥姐们，我今天做的不好，我可以改过来啊，是吧？我不可能一直犯错犯下去，是不是嘛？说阿姨哥姐们，所以说你们以后就不要说到处去那个啥，就是说阿紫和阿伟了，他们每个人他有每个人的立场，他们的站位不同，立场不同，所以说才会这样做，对吧？就像刚刚我在直播间，真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刷开一条弹幕，说我跟他们是一个团伙的。那我跟他们一个团伙，他们天天都在卖货，我平时就是偶尔开个直播给你们聊聊天，那我不挣钱吗？哎，看见他们都在卖货，我不卖货挣钱吗？是不是叔阿姨哥姐们？他们都在带货，唯独我没有，我是傻子吗？我是猪吗？我不知道带货，我不知道，你看我直播间1000多个人，我不知道，哎，给你们整点什么特产呀，什么样，我给你们整点来卖啊，我好挣点钱。说我是跟他们一个团伙，一个团伙的，什么团伙的？团伙的，那我要是比如说我有团队，那来中控跟我拿一个产品过来，我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品怎么卖啊，怎么样，哎，多少钱。那我是不是现在就要这样做嘛？你看刚刚直播间忙1700人，我为什么不卖货呢？我还在这给大家聊天，对不对？我也没有说，哎，叔阿姨哥姐们来给我点赞，先给我点赞点到10万，然后我要干什么？我也没有这样做嘛，是不是嘛？我也没有这样干嘛，
我也没有说哎，叔叔阿姨哥姐们集体过年嘛，粉丝灯牌啊，怎么的支持我的哎，怎么样哎，干什么干什么，我也没有这样做嘛，我就是给大家聊会儿天，实在一点，对吧？我坐在这里喝茶，给你们聊聊天，分析一下，多好！我完全没有必要啊，对吧？什么野戏结束了，大家就不看，卖货也结束了，那我可不可以在最高峰的时候我带货呢？但是我没有带啊，那句话说的，你看，咱们直播间这么多输阿姨哥姐们，除了跟阿伟打 PK 输了一把，我带过货，那不叫带货。用你们的话理解，我相当于带货嘛，就带了那么一次。我到现在我带过货吗？还是怎么样嘛？是吧，哥姐们？我干过啥嘛？我干过什么嘛？什么也没干过呀。他非得来在我说，我干嘛了？我干嘛了？我闲的我。不是说我，没事，不管是谁说我，其实怎么说呢，我第一我也没有发火，我也没有干嘛，知道吧？把流量搞起来了再说。哼，说阿姨哥姐们，阿川的直播间有没有流量？我就问一下，我随时随地开，我什么也没干，我就在这里做个喝茶，我的一千多人或者几百人，非得来说我要把流量搞起来了，我要去带货，真的我想骂人，你小黑这黑粉头这些太坏了，真的你们太坏了，我要带货，真的哪天我真的给你们带一场货，我看你们怎么办，真的我哪天我真的要带场货的话，我真的我气你一下，我真的我哪天我真的我要给你们带一场货，气一下你们，非得在那说给我带货了，等一下我哪天给你们带一场货，我非得气一下你们这些黑粉，嗨，你们天天说我带货，我要非得带一场，那不带我呢，我对不起你说我带货了，我真的是讨厌，真的是太讨厌了，天天说我带货，我没有带货哦。这是我带货，怎么说呢，我带货我会，因为我最近我给就是官方，不是官方吧，地方的啊，地方我给一些地方那边联系了一下，比如说有什么山货呀，冬虫夏草那些，到时候我给他们我对接回来，到时候给叔阿姨哥姐们你们上一波，还行，那个东西是假一赔十的，我会带，只是说给你们弄好的，我不给你们弄差的，你们要骂我，给你们卖假冒伪劣产品，你们要骂我，我给你们弄好的，不弄差的，知道吧？弄好的，不弄差的，放心。我如果说我卖点假冒假货为假货给你们，你们吃坏了肚子，你们是不是要找我的麻烦？我是不是要负责任？对吧？但是我弄好东西给你们，是不是？那就不一样了呀，那是有官方检测的呀，有检测报告的呀。对不对，刷一个节目，说的真好，没有，直播间降人了啊，然后我没有讲那些话，你们就降人了，降的真快啊，补货可以，冬虫夏草你们喜不喜欢吗？喜欢的话改天我给你们整点冬虫夏草来卖，有道理，这才是正能量，因为我就是打算明年就是去过年过后去帮助那些社会上有需要帮助的人，做出一点贡献，所以说我才选择带货，用带货的一些就是占比的一些就是所有的利润，然后去帮助那些社会上有用的人，我不会说哎带货过后然后那钱揣到我自己的身上，我不会的，这个我给大家早就说过，这个你们可以放心，阿叔阿姨们。
这个你们可以放心。我会就比如说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山区的一个就是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他们这些其实是更需要关怀关爱的。然后所以说我就选择了几个地方，然后我明年就是去帮助他们怎么说呢，助农吧，助农脱贫，然后去帮助那些山里面的孩子，然后老人，帮助他们，从而就是说怎么说呢，改善一下他们，就是帮助一下他们，去帮助一下他们，这样怎么说呢，这样好一点吧，能为社会做出一点绵薄之力，做出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有帮助的人，对社会有帮助的人啊，不干那种对社会没有帮助的人。一开播都是一大堆带节奏的，说那个不对那个不对，那这个七夕我想问你，我说了谁不对，然后你一下跟我冒出这句话来，我说了谁不对。直播间叔叔阿姨哥姐们，我今天我在这里说过阿伟的不对吗？还是说过阿紫的不对？如果说大发有的，你们我可以没有的扣二，带我的节奏啊，带我的节奏。我有说过他们吗？我有说过谁的不对吗？进来就说我这句话，我什么都没有干，竟然说我说了他们，嗨，我真的是。还是那句话，虽然说我没有说他们，还是那句话，咱们直播间的叔阿姨哥姐们，你们都是怎么说的，有支持阿伟的，有支持阿紫的，也有支持那个易老板的，你们不管是支持谁，咱们都不要去带谁的节奏，你们喜欢看他们或者支持他们，默默的支持就行了，不用说上来就跟粉丝吵起来骂起来，是吧，没有必要。你们每一个人的观念观念不一样，你们也有的喜欢我的，是吧，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喜欢我的，我看看咱们直播间1000多个人，我看看咱们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姐们有多少人喜欢我的，喜欢阿川的，有的我们扣播一好吧，这么多人啊，行，谢谢你们的喜欢，其实我没有那么好，不存在你们喜欢，不管你们，还是那句话，我们言归正传啊，不管你们怎么说呢，支持谁帮助谁，咱们都不要去怎么说呢，参与他们之间的任何事情，默默的支持就行了，对吧，默默的支持，对不对，然后他们带货的时候你们有需要就买，哎，没有需要就算了，就当哎支持他们在直播间看着他们就行了，这就 OK， 很 OK 了，是吧，平时你们无聊的时候也可以加入阿川的粉丝群啊，点击我头上啊，加入我的粉丝群，粉丝二群，粉丝一群满了可以加入我的粉丝群啊，粉丝二群，加入直播间，你们想看我直播的时候可以在直播间里面哎跟我说，比如说哎到了一定时间段，然后我就开始直播啊，头上左上角啊这里啊点击进去有个粉丝群啊，有个粉丝群，点进去在上面有几个字粉丝群，然后你们可以加入一波粉丝群，是吧，你们都不要去带什么节奏啊，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们也不去参与也不去干嘛，默默的支持他们守护他们就行了，就像我今天说实话，今天早上阿伟直播的时候，我在直播间我刷了一个礼物，我不在说阿姨哥姐们你们看见没有，就我这个号小阿川这个号，我刷了一个礼物，我不在你们看见没有，对吧，我打了两个字加油，我也送了一个礼物，就要加油呀，我就这样送了，对吧，我就默默的支持他就行了，我也不去带什么节奏，我也不去干嘛，我就默默的就是点了个加油呀，然后给他打了两个字加油，看了一会儿然后我就出来了，是不是，
我也没有说哎进去阿伟你怎么样怎么样是吧，我也没有这样做吧，是吧，不管是谁的直播间我进去哎我打两个字加油完事儿，送气球，那我都没人给我送个气球呢，家人们你们给我送个气球呀，我都没送过气球，没收到过。都说我正能量，我带你们去打 PK， 你们干不干嘛？对吧？你们也不干，就是我不干这种，我也不干这种，我也不薅你们羊毛，对不对？我不给你们薅羊毛，我也不干毛啊！不要说，我刚刚看见那个喜姐啊，赵什么喜姐，赵二喜喜姐嘛，赵姐，你说给我刷气球，不要刷，不要刷啊，千万不要刷。第一，我也不薅羊毛，我也不找你们，哎，干什么？我什么也不干，是不是？我也不薅羊毛，我也不带你们出去打 PK， 嗯，我刚刚说的那句话完全就是开玩笑的啊、嗯，对吧？小礼物一块两块的我们可以哎送一点，但凡是有抖币的情况下我们送一点，是吧？是吧？没必要说哎我还要去给你啊，为了支持他我今天充1000、2000、3000、5000、10000的我去刷礼物刷给你，没必要。你有那些钱，他们买东西的时候你有喜欢的东西是好东西的时候，你买一点东西来吃，是吧？买点东西来哎放在家里面，哎给自己的儿子啊女儿啊儿媳妇啊哎或者女婿啊自己的孙子呀、啊、孙女啊买点来让他们尝一尝，是不是多好呀？你没必要说给充1000块钱然后刷出去，对不对？刷出去你能得到什么吗？什么也得不到，是不是？对不对？刷一个就是阿川你不恨啊？恨什么？